今年28岁的简淑仪凭着一对招牌腰果眼和无辜表情迷死一众网民，被封为新一代宅男女神。最近简淑仪就在平安谷之鬼谷传说做郑子成的女妙妙，又有湿身气，又差点被郑子成搞，表现抢眼。讲开宅男女神，近期同黄浩信传绯闻的江嘉敏都是宅男女神之一，网民不时会将二人作比较，说他们扮学生妹都似模似样，两个都又飘又粗。其实两个宅男女神各有特点，江嘉敏个性比较男仔头，早前陈廷恩就直播江嘉敏同刘永璇打机，江嘉敏打得好投入，完全冇理过自己嘅形象，打到走光都唔知啊！喂呀，你个口里面都唔系蕉嚟嘅，好鬼嘈咗两条女，哎呀！而简淑仪镜头前后都 keep 住可爱，就算扮穷凶极恶嘅江湖大佬都饿唔起。喂，你过嚟，大佬咩事？睇条数咧，条咩数啊？计数机。问你条数啊？收唔到啊？收唔到？你咪想死啊？系啊。你条数咩靓嚟啊？你大佬啦！你死咗佢先。大佬对唔住啊！死远啲啊！佛靓。啊！对唔住啊，大佬。两个宅男女神二拣一，你中意边个呢？